我们现在来到的是阳明山的巴拉卡公路，那这边原本有一条巴拉卡人车分道的步道，但是呢无奈哈、走到这边的时候，你看哇，地木板步道中断暂停通行，好像已经封很久的感觉，怎么办？今天没有办法走这条步道了嘞，哇哇哇哇哇！而且呢，现在的天后是整个的雾气笼罩的，啊，天上还飘着雨，大概今天这一段路哈、没有办法走。我在想今天大概是国庆连假的最后一天，上山车辆非常非常多哈，看。从这边到七星山还有一段路程，那今天我们就不走到七星山，就走到这边为止。在想说，如果夏天来这边走的话，应该很凉爽。这里是我的少女时代拍摄的场景，不晓得是不是？是吗？啊，你来讲啊。我喜欢。啊，你要讲啊。我喜欢。那个谁坐在那边啊？
王大陆跟那个叫什么？林真心坐在那边，啊，那个谁站在那个上面，那叫什么？